你们都是名捕吗？对不对？对。那咱们今天要考验一下你们名捕的功夫了。我们做一个60秒不NG的这么一个游戏。好啊，上道具来。首先是杨洋，无形不是暗器出名吗？对，那你就来飞飞镖，飞镖必须在八环里面，然后就是铁手。当杨洋把这个飞镖镖在八环里面的时候，你要用这个筷子在这里面找绿豆，十个，十个绿豆放在这个里面，最后就是叫花，考验你的算术题。如果你们三个人在60秒之内能完成这三项任务，这个分卡就归你们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都很紧张，好吗？好，准备，开始。什么？你哪怕你花个3环也行吗？快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不行不行，6环之内就行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好漂亮！这边开始加，加加加，10颗，开始加，开始加！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好，你可以的。爷爷，不要笑，不要笑。好，哦，2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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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别别抖，别抖！别笑，别笑，别笑！9。啊啊啊！好，开始算，加油加油加油！50 50，50 50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好，停。答案是对的吗？是对的。是对的。子俊知道答案。哎，为什么？一加上100等于二，加上99等于三，加上98。所以你只要一加上100，然后乘以总共有50个序列就好了。哦。真是人才呀，真的。那我就把这个特权卡送给你们，谢谢谢谢。